出来之后，后点的位置头球，球又进了。这次是韩青松，在刚刚的比赛当中啊，韩青松没能够把握住机会将球打进，但是这一次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，再来看这次角球直接给下了后点。当时在罚球区内跃起，但是并没能够触碰到皮球。随后在赵石身后的韩青松同样是以头球的方式将球打进。2-1的比分，延边富德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将比分反超。这次球开出来之后，主裁判就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。那么双方目前上半场比赛当中是战成了2-1。听到黄海这边由桑达扎首开纪录，紧接着梅西保利利用头球将比分扳平，韩青松在补时阶段。